这些照片都是我们在展城改造时候都还健在的老人家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面墙上很多灯光已经熄灭了，这每一盏熄灭的灯光就是这些老人家已经过世了。所以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面，有接近20位老人家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他们是我们的时间证人。我们在每位老人家过世的时候，都会在这里和他的亲属举行一个熄灯的仪式。这一组展示的是，南京国家安全区的主席拉贝，他的相关情况。我们看到拉贝坐在桌前，他正在记录他所看到的这些惨案的情况，后来形成了拉贝日记。拉贝日记作为世界级名录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。拉贝先生在南京期间，为了救助难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但南京人民依然没有忘记他，就是跟他以及他的后人保持着一个长期的这种联系。我们可以看到这里，这是拉贝离开南京的时候，南京的市民所写的感谢状。这里面就是他当年使用过的16毫米摄像机，他用这台机器拍下了日军的在南京的暴行。这四台胶片呢，是他的后人捐给我们的。他已经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影像，那是我们的镇馆之宝，也十分珍贵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是纳入世纪记忆名录的。今年的10月12月13号将正式开展。他说。